这是个宝贝。 一个字真香，这也能吃吗？你懂什么？这个是个宝贝。一个字真香，羊腿换吗？DJ。 再来一只，还有吗？海星换吗？这小孩子，D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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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Come on. Oh.还是毛蛋，拿来拿来吧你。啊、不过头了。老板，送我杯鸭水送。叮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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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飞飞飞飞飞，放飞飞飞飞飞，放飞飞飞。一个字，真香。鲨鱼他妈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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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都不吃，这草帽可真牛逼啊，这手串子也能吃，我也要试试。啊、能吃个锤子哦，连粉丝都骗。操！挑战一天只吃八小早上起床，八月瓜沾上面包糠，放到油锅里做一个油炸八月瓜。早餐就是这个油炸八月瓜。它、啊、真香。到了中午，把西瓜打成块，加入酸奶，切成汁，倒入模具放冰箱，做一个西瓜冰棍。中午就吃个冰棍西瓜。到了晚上，把葫芦切开，把药取出来打成汁，加入后悔药，做一个葫芦羹。晚餐就是这个葫芦羹。一个字，真香。嫁给我吧，太小了，把你爸爸叫过来。你也太小了，把你爸爸叫过来。哇，你还行，就你了，太好吃了，下次想看我变什么。小脖子，你太小了，把你爸爸叫过来。你也太小了，把你爸爸叫过来。哇，你还行，就你了。太香了，下次再变点。这草帽哥真牛逼啊，没球也能吃，我也来试试。哥，你脑子有病吧？穿这么少，马上得物给你买件羽绒服，潮牌款式多，保证还划算。哥，好吃吗？好吃个锤子哦！连粉丝都骗，操！抢给我！给狗狗先吃。狗狗不吃，你自己够排面不？狗都不吃，骗我干嘛？在纸上也能烤鸡蛋吃？我也要试试。
谁能告诉我为什么？给狗狗先吃。狗都不吃，亏我。画吗？再来一坨，还有吗？骨质疏松退货吗？兔子，再来一只，还有吗？猪皮换吗？再来一块，还有吗？骨头换吗？再来一根，还有吗？皮肤过敏，退货吗？个手，交个朋友，你给我。再来一块，还有吗？把头给我。再来一只，还有吗？这草帽哥真牛逼啊！姑娘什么东西都愿意跟他换，我也要试试。把头给我，把手给我。有脚气，退货吗？猪肚换吗？有点苦，退货吗？吗？灰指甲退货吗？把鱼泡给我。给兔兔先吃。兔子都不吃，退货。给狗狗先吃。狗狗都不吃，退货吗？我。给狗狗先吃。狗都不吃，换吗？有鼻涕，不换吗？肾结石退货吗？肾换吗？肾结石退货吗？怎么有点臭？退货换吗？怎么有股粑粑味？退货网油换吗？再来一块，还有吗？牛奶换吗？真果粒，牛奶，雪碧，真牛逼啊！真牛逼！不好磕，退给我。再来一，都没钱了，还再来。再来一只，还有吗？电锯骨换不换？骨癌晚期退货吗？这草帽哥真牛逼啊！牛角也能吃，我也要试试。能吃个水煮，连粉丝都骗。